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介绍行业输入法这20个字的拆字讲解。我们先看第一个，左边是提手旁，提手旁我们猜的是94，啊，94的位置在9上。好，再来右边呢，要先猜的这根是69.6撇9，那69的位置在6下。好，接着要猜的这根呢是41的话，我们看里头有一个草头黄，那它是先一个双十，在一个横一之后，接着在一个横一，那取头尾的话是41的位置在4上。好，这样已经取三个，直接跳最后的右下角的8，好，8的话我们是按8中。好，下一个最上面先猜大的话是横一跟人，也就是18的位置在1下。好，接着中间有两个横一，所以我们按两次一中。好，最后呢，下面这一个字根是38，中间三指跟外面的8，那38的位置在3下。好，下一个要先拆的字根是19，横一撇9，那19的位置在1下。好，再来呢，里头的话，左上角有一个日的话是01。哦，外面方框里头横一，那01的位置在0上。好，再来呢是肉这边它跟月是放在一起的，都是71，那71的位置在7上。好，这样已经取三个了，直接跳最后，也就是右上角的这一个6，所以我们按一下6中。好，下一个我们看上面这一个字根，它跟国字的4归类在一起啊，这是例外的。那国字的4是外面方框里头的8，所以这个字根也是取08，也就是0下的位置。好，再来的话，言这边它是6开头，方框口结尾，所以我们取头尾是60的位置在6上。好，最后呢，刀部的话是两个三指，33，也就是3上的位置。好，下一个我们看弦，那它是先拆门的话是三指开头，横一结尾的31，那31的位置在3上。好，那里头呢是月的话是盖子7开头，横一结尾的71的位置在7上。好，第二个。好，下一个我们看正的话，先拆上面的雨是第一笔横一，最后里头右边两点的8，所以取头尾是18的位置在1下。好，再来下一个字根呢，刚刚有拆过的是119横一撇9，那19的位置在1下。好，接着呢是一个横一，所以买下1中。好，这样已经取三个，直接跳最后。最后三笔我们看它是2跟2点的8，那28的位置在2下。好，下一个我们看左边竖心旁，猜的是66，它的第一笔跟最后一笔都是6，那66的位置在6下。好，接着呢是车的话是横一开头，正交4结尾的14的位置在1上。好，最后呢右边的金，它是撇9开头，三指结尾的93的位置在9上。好，下一个我们看的是处，那左边人字边猜的是8中，在右边上面呢一个方框口，所以我们按一下0中。好，最后呢下面这个字根是三指开头8，那结尾的38，那38的位置在3下。好，下一个我们看，先拆上面草字头，草字头是正交4，所以我们按下4中。接着呢，左边下面先拆的字根还是正交4，那正交4指的是直的30，哦，三个十直的。好，那我们就按4中。好，接着呢是8。所以我们就按8中。
好，这样已经取三个，直接跳最后右下角的日日的话是外面方框里头横一。那我们取0101的位置在零上。好，下一个我们看先拆的这根是69.6撇9，那69的位置在6下。好，再来呢是41这个，我们看一下它是一个双十，然后横一41的位置在4上。好，再来呢下面这个4点呢是算火，火的话是88的位置在8下。好，最后错字边6开头8那结尾的68的位置在6下。好，下一个我们看要先拆的这根是56，顺光5.6，56的位置在5下。接着呢是一个顺光5，所以我们一下5中。好，再来要写的是3直，所以我们一下3中。好，这样已经取三个，直接跳最后下面的这个木，木是正交4跟8组成的48，48的位置在4下。好，第一个。好，下一个我们要拆的是甲，那它这个字是大根先取，也就是我们会先把大取完，那大的话是横一跟人，也就是18的位置在1下。好，那这个根取完之后呢，我们要回去取两个人，所以我们按两次8中。好，下一个的话我们看左边是耳朵，耳朵是53，顺弯53指，53的位置在5上。再来右边上面这个呢，它是算98，它是例外的，那98的位置在9下。好，再来呢是一个横一，所以埋下1中。好，这样已经取三个，直接跳最后，也就是右下角的这个土，土的话是正交4横一，41的位置在4上。好，下一个要先拆的是53这个字根，我们看左边上面它的第一笔顺弯5，然后呢最后一笔3指53的位置在5上。好，那底下的右呢是顺弯5跟8，那58也就是5下的位置。再来右边最上面第一笔横一，所以买下1中。好，这样已经取三个，直接跳最后右下角的背的话是78，也就是7下的位置。好，下一个的话我们看最上面弓，它的第一笔跟最后一笔都是横一，所以我们下一上的位置，一的位置在一上。好，再来背的话刚刚有猜过了，它是78，也就是7下的位置。好，下一个我们要先拆的是最上面的这个外框，它是撇9开头，然后右边的横一结尾，所以它是91的位置在9上。好，那中间我们看中间上面这一个字根，它是横一开头一个顺弯5，然后撇9，那取头位是19的位置在1下。好，接着呢中间有一个横一，所以埋下1中。好，这样已经取三个，直接跳最后，也就是下面的盐刚刚有猜过，它是6开头，然后方框口结尾的60的位置在6上。好，下一个我们看左边密字边拆的是28的位置在2下。好，接着呢右边是一个横一，所以埋下1中。好，再来呢是一个注音符号的 U， 它是例外的，放在3中的位置。那最后一笔呢是勾起来的这个逆弯2，所以我们下2中。好，下一个我们看左边米的话，它是88，它是2.8开头2.8结尾的88，88的位置在8下。好，再来的话是右边的利是6开头横一结尾的61的位置在6上。好，下一个我们看左边三点水拆的是38，也就是3下的位置。好，接着右边上面这个字根呢是99，它是撇9开头撇9结尾，99的位置在9下。好，再来呢是一个顺弯5，所以我们下5中。
最后呢，正交四转埋下四中。好，最后一个我们要看的是绿，我们先看上面，它是虎字头，虎字头第一笔三直，然后写到七的最后一笔是二，逆王二，所以虎字头猜的是三二，三二的位置在三上。好，中间呢一个田，田是外面方框里头正交四，零四也就是零上的位置。好，最后呢下面的心，它是点六开头点六结尾的六六，六六的位置在六下。好，那接下来我会介绍刚刚这几个字当中有一些有二级解码或是特别码的打法。我们先看第一个，它有二级解码，那所以我们就是先按九上跟六下之后，你可以选四。好，下一个一样二级解码，所以是零下六上之后选三，再来也是二级解码，六下一上之后选九，下一个也是二级解码，九中零中之后呢选三，再来也是二级解码，两个正交四中之后呢选八。好，下一个先猜的是一下，然后再来呢是八中之后呢有二级解码，也可以选八。好，下一个的话它有特别码，它取的是九下跟四上。好，这是特别码的打法。再来我们看下一个，它有特别码的打法，它取的是五下跟七下。好，这两个键加空白键。好，下一个的话是二级解码，所以二下一中之后你可以选三。再来我们看下一个，它是特别码的打法，所以它是取九下跟五中，好，这两个键加空白键。然后最后一个字的话是二级解码，所以三上零上之后呢你可以选六。好，以上就是行列输入法这二十个字的猜字讲解，还有一些特别码跟二级解码的介绍。谢谢你们的收看，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可以帮忙个喜欢，也欢迎留言或是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跟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咯。